兄弟们看着吧，选秀拿个越南，灯笼给个自然，开局符文比较平淡，第二符文符扭转，三阶灯笼给文章。咱们直接打开看，又是一个符扭转，杰哥上场做替换，符牛徽章纹身上，又与维恩配新章，六绝五符出城邦。终极符文金登场，决斗冠冕收入函，与越南费任谈，决斗彩旗云间扬，此时攻速谁能拦。甚遗憾，选秀无有心所盼，晚狂澜，文章之书灯中藏，速启忙，奈何气运已消亡，特工文章免救场。且临酒敬与相缠，安妮入营六福祥，此时越南已癫狂，怎奈何三星眼却非慢强，爆灭全场心忽凉。更不祥，三星精英甚无良，双枪齐射将我扬，游胜撕血梦黄粱，入云环又空算，归来灯笼收几串，点壁丹起文章，决斗伏牛同列刚，收得伏牛大道昌，双彩着力共举伤。